第一都会哭，真侪人是坐这啊代替来通勤。啊，不过今仔而且啊，这代替家人站是发生这好几个种的事件，有那好这火车延迟着啊，这火车头内底啊，想要赶去上班上课的民众是去啊，擦。车站大厅内客满，赶上班上课的民众，有人着急打电话，有人无来等待。代替家人站伫早起6:43发生火机故障，事故中有两位无法度使用。耗子坏掉，是好像5点多就开始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走了，是不是？大火拄着通勤尖峰，列车调度大乱，未少旅客只好转往车站外改坐客运。单台坐车的人是排到路路长，40几分钟啊，40几分钟，所以你上面有迟到。对啊，虽然拿误点证明啊，然后但是又，而且又在那边拖啊。6:18了，从中立到现在，我应该是1小时40分钟啊，现在都3小时了。代替表示，除了家人站发生火机故障以外，伫早起7:30，一台区间列车伫暖暖站甲四卡亭之间的东正线弄着行进，也造成四卡亭到七岛之间的西正线一度单线双向行车，让列车慢分更加严重。家人站伫站内打出公告，路南列车拢有慢分，佮公布通知乘客。1股、2股可以使用，3股、4股就没办法使用啊，所以说造成一些列车哦延误了。慢分的列车为10多分钟到99分钟不等。经过抽象家人站后置，伫早起9:30恢复正常通行。代替统计，伫通勤时间，拢总影响32列次列车，有6500人受延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